好，我忘了班沙卡古号，那伊吉拉米大爷喊奶奶，大家知道吉拉米大爷在哪里吗？对，富里小天祥，好不好？好，都没有人回答，好不好？好，好，刚刚好。那我叫莫言，然后我帮古拉写了一首主题曲，然后刚好今天发表。 啊，不知道有没有印歌词，不过没有关系哈。等一下我先边练习，然后我们边练唱，好不好？好，都没有人回答，好不好？好，好。 因为刚昨天晚上才写好的啦，还是要看一下歌词，怕会看错。因为有年纪了，哎，我们总是轻易的离开这个美丽的故乡，壮丽的山河，浪漫的东海岸，是时候该回家了，一起踏遍花莲的未来。注意听。 跟着古拉斯一起走，勇敢的人别担忧，勇敢的跟着古拉斯一起走，看丢脸的朋友该死掉，塞着了诺米达，乌阿瓦诺班扎吉古拉斯，一起牵着手。 等一下，你先跟着我哈，因为这个歌我们都还不熟，那尤其是乐手更不熟。等一下呢，我先试音，等一下我们来练习一下。最重点的是，我先念一次，跟着古拉斯一起走，来念一次好不好？跟着 Gulas 一起走，不要害怕。 不必担忧，勇敢的跟古拉斯一起走。接下来有台语的哈，看到你的朋友加许多，哦，看到你的朋友加许多，哦，原来原住民也会讲台语呢，厉害。 塞泽勒努米达，古瓦瓦努班扎吉古拉斯，一起牵着手，用力的加油。好，那我用唱的哈。 跟着古拉斯一起走，哎，下面的那个旗子要挥啊！哎，对嘛，这个画面才好看。那个旗子拿过来就是要挥的，不是要擦你的汗。甩着的，甩着的，一起牵着手，用力的加油。 尖叫声！好，先这样哈，先热身一下。好了，刚刚是莫言老师，待会要唱，他特别为古拉斯写了这首歌，希望我们也跟古拉斯一起走，我们不担忧，也不害怕，有人害怕吗？
来到这边的就是不怕风不怕雨、哦、上帝爱你们是不分语言不分肤色不分种族，我们都是一家人，阿们，丢不丢？好、哦、这个可以拿走吗？主持人家要跳舞呢。请大家、哦、虽然很乱没有关系，只要有程序就好了、哦、我们不拘小节，所以我们的今天的活动就准备开始。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节目是呼口号，你要练习哦，咕啦咕啦咕啦，哎呦，这个声音怎么会直到隔壁呢？你的这是也要隔壁冒烟，这样子才会当选呢、啊。你只有这是，只有这是你自己不够，还要影响到别人。来，大家们明白，咕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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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这样才是这是。好，再来用不农族的哈、哦。咕啦咕啦，你 我看你们真的没有参加过那个造势场合，那个旗子要摇一摇，哪里一直放在口袋的？哎，你们真的没有参加过呢，你们只有吃烧酒鸡啊！哎，每次都请你们吃那个米粉汤，叫投票的时候每一个都投，通通是废票。阿公也有吃，他的二号的也有吃，三号的也有吃，所以每一个都投。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一次一次就让花莲翻转好不好？好，大声一点，咕啦咕啦。咕啦咕啦。下古拉来了，就是用这样的声音；副总统来的时候，就用这种声音。阿内好不好？哎，奇怪，是说好的时候，你们台语比较厉害呢。哦，是。阿都这啥的话好啊！哎呀，好，不管了，等一下我说什么，你们就唱什么，哦，你就跟着我。那首先我们要特别请我们啊、自己哈拉万的这个。冻龄美少女跟这个活力资源棒棒队为我们表演，我们掌声鼓励。夜来临，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 Tonight Tonight 有黑蒙蒙的天空，想来个蹦蹦 Tonight Tonight Oh Oh， 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车厢位，这里买最比车厢贵，把握机会不会如流水，我的 bling bling 跟着超级配，车的放松别的意义太多，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我的 play hard 我的车阳过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来来来来来，一人把它高分配，环境的氛围我来准备，我在忙碌中找机会，忙里偷闲才有感觉，你说快乐就寻找贝利，干掉烦恼用手做个 ending， 在这大地脚踏上去，接地气我们来个目标，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那个蹦蹦那个蹦。大热天全都是放，今日的我没有家，今晚我将要奔
时刻，咱们像线线闪亮。就趁着一个新鲜，今夜将往事干杯，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彻底发挥。根本多余的泪水，能浪费让它浪费，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要找机会之后放到手上回去，放下忙碌工作，此刻毫无压力，给自己打气，明日生活还要继续。我是吉库吉百度，喝下这一口，我却烦恼又走，吹着耳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麻木，我的哥们都在那么问，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在阿弥沙德门老吉达，在达杜达伊达杜达呀，阿瓦爱杜达南扎爱努米达，阿努马乌兰呀卡伊尤伊，沙爱爱卡沙维，冲冲冲，分秒必争。Sai bi ni bin ta do bali da bi, sa bi sa ya du lu lai. Chong chong chong, feng miao bi zeng, wu li miu zi lai xin ni gai lu ni ya lu. Ao ai gu ba da bi lu ai da mi ya na, wu ba yi na yang da mi.马里格在阿弥沙德门老吉达，在达杜嘎伊达杜达呀，阿瓦爱杜达南扎爱努米达，阿努马乌兰呀卡伊尤伊，扎爱爱嘎沙维，冲冲冲，分秒必争。来呀，嘎巴鲁阿米斯卡米，阿鲁达拉鲁杜巴鲁达拉里呀，阿瓦伊古巴嘎比鲁埃，那鲁巴巴真阿玛达呀，达哈兹仁阿米努盖，萨伊比伊比达鲁巴里达比，萨比萨呀杜鲁来，冲冲冲，分秒必争。阿瓦伊古巴嘎比鲁埃嘎米亚纳，乌巴伊纳扬嘎米。阿里嘎嘎阿玛布隆。有马里克在阿弥沙德门老吉达，在达杜嘎伊达杜达呀，阿瓦爱古达南扎爱努米达，阿努马乌兰呀嘎伊尤伊，扎爱爱嘎沙维，冲冲冲，分秒必争，无
Uci itzlai agabak lu amiz kami Pazen amatayak tahat zilem aminukai Sahibi ibing tatu pari tabi Sabi saya dururai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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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g yak bizem Uli mitzi lai sinigai Nuni yaru Awai ku pakabi lu aizami yana Upai na yang kami好不好？可是你们在台下一直看呢，还流口水，也不会给老人家掌声鼓励，三代同堂呢。你看，有小的，有妈妈，有阿嬷，你说好不好？这个文化就是这样子传承。好、哦，我们要永续发展，我们一定要带我们的孩子，要不然哦，我们的孩子都不会讲了。像我的儿子在都市长大。他看到那个阿公叫他的女儿回来白浪 看到那个他的同学他的阿公那是白浪的说干你娘干不回来他以为回来就叫做干你娘干不回来后来、哦、他在我家的门口叫他的姐姐姐姐干你娘干不回来哇这个不是文化传承阿美族骂人、哦最高骂到狗而已不会骂到妈妈我们骂到狗是最高境界已经骂到是狗的话你已经很危险了阿妹就说哇出个书表示你要小心了但是呢我发现、哦、平地人有一种动物很难沟通的熊很难沟通我们原住民不会骂到熊为什么台语、哦、这个为什么这个熊很难沟通台语有一句话说你吃拍惨熊哦很难沟通熊是很难沟通的所以我们给我们的美少女他们掌声鼓励好不好接下来这一团是比较年轻的来自我们玉里的、哦、这一团呢怎么呢叫做飞扬舞团我们掌声鼓励第一下哎，如果很短的话，掌声多一点。Yeah.
好，我们非常谢谢这个飞扬舞团，他们这么美丽，我们再一次给他们掌声鼓励。好，我们喊一下口号一下，古拉斯古拉斯。真的，我说过你们没有参加过造势场合，刚才讲了，现在就忘记那个旗子就不会摇。哎，你要让台上的人很兴奋，说他讲话，你们都有回应上，你们的旗子哈就会摇。哎，刚才有人提醒我说，哎，请他们用国旗。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好了，哈拉瓦斯变国家了？那个叫旗子，古拉的竞选旗子，不是国旗。好，把你们的旗子拿起来，来。古拉斯，古拉斯，哦，嘿，古拉斯，古拉斯。其实后面还有呢，下次再教你们。好，我们接下来哦，要请我们的老师莫言老师，他特别刚才教大家唱了，写了这一首歌，跟着古拉斯一起走。你们要不要跟古拉斯一起走？好，我们在准备之余呢，先跟大家报告。你们看我的手，这个手在那边，哦，那边是厕所。有人在问，还要问到主持人，厕所在哪里？我告诉你们，看我的手在那边，但是只能用一间哈。拜托，拜托你们用的时候一定要敲门。哎，有的老人家很急了，直接打开，你妈个手！你也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不可能在里面数钞票哦。好，麻烦大家，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支持我们的莫言老师，这古拉斯的好朋友。来吼！我先唱一次好不好？然后你们用力的感觉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总是轻易地离开这个美丽的故乡，壮丽的山河，浪漫的东海岸，是时候该回家了，一起改变花莲的未来。那个旗子，跟着古拉斯一起走，不再害怕，不必担忧，勇敢地跟着古拉斯一起走。看到你的朋友甲时段，塞车的努米达，古娃娃努班长及古拉斯，一起牵着手，用力地加油。不要害怕，不必担忧，勇敢地跟着古拉斯一起走。看到你的朋友甲时段，塞车的努米达，古娃娃努班长及古拉斯，一起牵着手，用力地加油。讲会了，有大概有概念，我念一次，我唱一次，大家跟着唱好不好？好。我们总是轻易的离开，对，来。我们总是轻易的离开，好，我们总是轻易的离开，
这个美丽的故乡，这个美丽的故乡，来，这个美丽的故乡，两句一起来。我们总是轻易的离开这个美丽的故乡，很好。然后下一句我看一下，哎，好，我们再练一次，来，我们预备，来。我们总是轻易的离开这个美丽的故乡，好，壮丽的山河，浪漫的东海岸，壮丽的山河，浪漫的东海岸，来，壮丽的山河，浪漫的东海岸，从头，我们总是轻易的离开这个美丽的故乡，壮丽的山河，浪漫的东海岸，是时候该回家了，一起改变花莲的未来，来，一起上来，是时候该回家了，一起改变花莲的未来，来，从头，我们总是轻易的离开这个美丽的故乡，壮丽的山河，浪漫的东海岸，是时候该回家了，一起花莲的未来，来，副歌，跟着古拉斯一起走，不要害怕，不必担忧，再次，跟着古拉斯一起走，不要害怕，不必担忧，勇敢的跟着古拉斯一起走，看到你的朋友甲许多，再次，勇敢的跟着古拉斯一起走，看到你的朋友甲许多，再次的努米达，古娃娃努班扎吉古拉，再次，再次的努米达，古娃娃努班扎吉古拉，一起牵着手，用力的加油。有歌词有，一起牵着手，用力的加油。原来后面有歌词啊，那我们就不要担心了啊，继续邀请我们正式开始。哎，老师请。要坚定的眼神看着字幕哈，然后再来坚定的心灵来唱这首歌，这样古拉才会当选，对不对？总是轻易的离开这个美丽的故乡，壮丽的山河，浪漫的东海岸，是时候该回家了，一起改变花莲的未来，用力跟着古拉斯一起走，害怕不必担忧，勇敢的跟着古拉斯一起走，看到你的朋友甲许多，赛车的努米达，古娃娃努班扎吉古拉斯，一起牵着手，用力的加油，来副歌再次来。跟着古拉斯一起走，
不再害怕，不必担忧，勇敢地跟着古拉一起走。正式来一次好不好？我们总是轻易的离开这个美丽的故乡，感情壮丽的山河，东岸的东海岸，是时候该回家了，一起改变花莲的未来。尖叫声，跟着古拉斯一起走，不要害怕，不必担忧，勇敢地跟着古拉斯一起走。看到你的朋友和许多三一折热努米达古娃娃努班长吉古拉斯，一起牵着手的加油，来副歌，跟着古拉斯一起走，不再害怕，不必担忧，勇敢的跟着古拉斯一起走。看到你的朋友和许多三一折热的加油，来快点们唱，跟着古拉斯，大声，不必担忧，勇敢的跟着古拉斯一起走，看到你也变有个许多，撒一折热努力啦，古娃娃努班长吉古拉。牵着手用力的加油，最后一次来，一起来，跟着古拉一起走，不必害怕，不必担忧，勇敢的跟着古拉一起走。看到你也没有感激多在意这个努力的我独伴唱起古拉斯，一起牵着手用力的加油，最后两句，一起牵着手用力的加油。呜，我们谢谢莫言老师，我们给老师掌声鼓励。好，用力的加油，我们喊一下 Good luck、哎、加油呢，加油，加油，说用力，你们到哪里去了？ Good luck， 加油， Good luck， 加油。他们是 chess、哦、他们是 chess、啊、阿美族的是 chess、哦、改了一遍，再来一次 Good luck， chess， Good luck， chess， Good luck， Good luck， Good luck， chess， chess， chess。 哇，真的不简单，加上这个，好像还有布农族的哈、哦，哎，有布农族，古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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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嘿嘿，真的呢，你们不习惯拿旗子哦，比曼谷的旗子难摸，来试试看呐、啊。我们要准备开始练一下，练一下这个古拉的主轴是，荣耀花莲，荣耀花莲，哦嘞，重建花莲，哦嘞，啊，
就掉啊啦，哦，这样子才会赢啊，哦，我们是选县长呢，哦，好，谢谢。哎，老板，我唱完了哈。你，哎，刚才一分钟那个是时间到了呀？哦，刚才是重来哦。哎，刚才不算。哎，好了，时间到了，还有时间到了。好了，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谢谢，哎，谢谢。我们还是要很喜欢重来，重来一遍，掌声鼓励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所以刚才我们用我们古拉最美丽的主轴，就是荣耀花莲重建花莲。我们用副口号的方式，就是用布农族的方式，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荣耀花莲。重建花莲，荣耀花莲，重建花莲，荣耀花莲。我们有上万人是这样子的话，不得了呢，这个花莲一定会改变，一定会变天。今天变天了没有？下一乐表示变天了，古拉是一水折发，好不好？接下来呢，正式开始我们的成立大会。刚才是宜兴节目，这一次呢，我们要请很多我们重量级的特别为古拉斯来助讲。那第一位呢，我们特别要请到是来自我们退休的校长阿美族的陈明珠陈校长。大家都知道哦，学生最爱听校长讲话哦。学生，你们是学生，现在当学生，校长的话都是对的，你们说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交给校长，校长讲的话一定要好好听，因为陈校长这么样支持 GULAS， 我们要不要支持他？来 G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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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LAS， 来校长。我爱好一年都给大好金秘密大老哥陈明珠校长刚退休十年，我以前在德武国小校，好，德武国小，你一定要在，有我的同胞，有我的朋友，会一下，你们是第一次参加造势活动，我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候选人的造势活动跟助讲，如果讲得不好，也要给我鼓励。讲得很好，还要大鼓励。有人问我哈，你为什么全力推荐 GULAS？ 你是他的朋友吗？不是。你是他的亲戚吗？我说都不是。你们认识吗？不认识。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要全力推荐他？我告诉你哈，我在学校32年，我教过很多很多很多的部落的孩子，我知道部落的困境、部落的困难、偏远的难过。可是我们的孩子很厉害，用自己的方式成就自己。不管是工人，不管是农人，不管是渔夫，不管是公务人员，我都很敬佩。因为在偏远的部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何况是 GULAS， 在这么远的地方，等爱起来当阿萨一抓一总统府，当阿萨一抓一阿米利卡，容易吗？不容易，给他掌声鼓励。我深深知道，要培养一个孩子多么的困难。
家长要配合，老师要很好，学校要有资源，国家要支持。那么培养一个这样的孩子多么的不容易，我万路班在哟，一年若爱吉拉哟，要支持他吗？一定要，对，一定要。有人就跟我讲了，徐正伟不好吗？我说徐正伟很好，但是古拉斯怎样更好？对，我举一个很公平的。公平的比较，傅昆萁国王有没有当过立委？徐正伟皇后有没有当过立委？我们的古拉斯有没有当过立委？国会评鉴第一名的是谁？对，公平的比较哦，国会评鉴第一名的金马古拉斯，我们还不推荐他吗？还有人问我说，校长，他是民进党呢，我说是。校长，他是民进党呢，我说是。我告诉你哦，他如果在国民党，会有机会吗？会有机会吗？对，汉莎，再等四年嘛，汉莎，再给徐正伟一任嘛，可以等吗？现在都不给你机会，四年后。还会有机会吗？没有。从省政府派任县长到现在，花莲的县长哈，不管是候补的、代理的什么，有几位你知道吗？15位。我问你们，有没有原住民校长？有没有？现在有吗？现在有吗？吉玛，吉玛。古拉县长啊，对，我再讲一遍哦，15任的县长没有我们，我们一直投票，一直投票，一直帮，一直帮，一直帮，有没有我们的县长？没有。现在，现在，现在，县长在哪里？在这里。是谁？古拉斯？是谁？是谁？嗨，但是我很诚挚的拜托你们，相信自己，爱自己，就是相信古拉斯，爱古拉斯，相信自己的原住民同胞，就是认同自己，对不对？你要不要投票？你的朋友要不要拉来投票？你的爸爸妈妈要不要拉来投票？好。哈迪尼都不说了，哟，哈迪尼，吉古拉斯古伊巴鲁抓呀古，哈抓你别咪地比达拉，阿尼念阿达盖古县长努米达当道，我们都不认同自己的孩子，我们都不认同自己原住民同胞，你要认同什么？你还跟我讲说文化传承工作、族语工作什么？骗人！要认同自己才有可能做这些事，是不是？哇哇努班扎吉古拉修，伊尼亚鲁埃吉古拉修，我们要选的是谁？我们要选的是谁？古拉。哎，阿赖，谢谢你们。我们谢谢陈校长。谢谢你们。这么用力，这么大力的支持古拉斯，真的只有古拉斯没有了啦。如果你们这一次不翻转哦，你们说四年以后会不会翻转？不会，我说诺阿米斯，古爹喊诺呢。如果没有这一次没有的话，四年了啊，活该了，喊多鲁达欧，因为我们自己哦，自己不好好爱惜我们自己的族人，不好好爱惜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话，别人也不会爱我们的孩子。哦，这是校长讲的话哦。相信自己，爱自己、哎。除了相信自己，也要讲校，也要听校长讲的话。校长是很重要的哦。哎，谢谢校长。来，好，接下来，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后援会，请念到后援会的会长，请到台上来。好，我们先请这个吉安乡后援会会长，啊，于龙贵，吉安乡原住民后援会会长
陈明珠、封滨乡原住民后援会会长黄明德、瑞穗乡后援会会长康正峰、瑞穗原住民后援会会长陈文良、义里镇后援会会长梁锦富、义里镇后援会会总干事陈崇卫，还有义里原住民后援会会长叶顺明、副理后援会会长曾建明、副理后援会原住民会长宋雅各，还有我们原住民族族群委员、布农族代表阿里曼，还有李正胜总召、黄品伦后援会卓西村的族长，还有陈光明，这个乐和长大的哦，要选第二次的乡长，请他哦，他要选乡长的哦，陈永光，还有我们主席福慧生，还有卓西乡的卓青村村长何成忠，还有我们秀林乡的田贵石，还有寿丰古新天凤林的总召徐永随，还有万隆林爱义，还有卓西的会长福协志，还有我们新城的代表阿新阿曼，好，我们都在上面，还有吗？还有没有念到的？哦，好，我们这个阶段，这是我们后援会的会长来自各地。那接下来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我们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主委一江八路来为我们来致辞，来我们讲话，我们来喊一下哈，龙耀花莲。重建花莲，哦，在这里我不得不讲一下一将。最近呢，他行的公文我有看到。最近我们九一八的赈灾，不管是台东跟花莲，那个水塔掉下来的哈，跌倒的全部有补助。从哪里呢？从延平、鹿野、关山、池上。好，一直到海端，那花莲呢？是从富里、玉里，还有卓西，哦，都会有补助。只要你家里有毁损的，除了这个水塔之外，一副两万块。我讲的对不对啊？一将诸位，哦，对哈，哦，这个是我看到的。你看这么用心的首长，你们说要不要鼓励鼓励他？来了，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一将诸位。好，谢谢主持人。我们背后的，我背后的，我们所有前线，我们各乡镇市的后援会的会长，还有今天来到当中的所有的我们花莲县的各个族群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有没有撒基拉亚的？撒基拉亚怎么讲？问号？慢？买扎多？我讲对要急，要拍手一下啊！有没有格马兰的？瓦奈？有没有布农族？乌尼纳米奥米桑，德鲁古有没有？哦，在后面，恩比亚苏，阿美族在哪里？举手。阿埃后，有没有我们的好肉的朋友？怎么阿美族又变成喉咙狼啊？大家好，有没有客家人？台港好，花莲县是多元族群的
线。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支持的候选人虽然是阿美族，但是我们一定要不分族群全部支持古拉斯，好不好？好不好？谢谢你们答应我。刚刚我们的陈校长现在也在我们当中，陈校长在哪里？刚刚有上台，他可能马路赖哈。你看以前的原住民校长怎么会有勇气站出来为自己的族人讲话，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连我们在学校教过书当过校长的人都要支持我们的候选人，我们要不要支持 Gulas？ 我希望大家都跟我们陈明珠校长一样一起支持我们的候选人。为什么要支持他？刚刚陈校长讲得很好，我们不讲另外一个县长候选人的好坏，但是光是比较能力，我们是比现在的县长，我们的候选人比他更好，对不对？所以大家未来40多天的拉票里面，你们就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比现在的县长更好的来担任我们的新的县长，好不好？他有多优秀大家都看文宣，我简单的再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他当过桃园县原民局的局长，桃园县的原住民已经是全台湾除了花莲县之外第二多的人口，他们已经有7万多人，我们花莲是8万多人，所以他当过原住民族行政局的局长，当然一定很了解原住民的事务，对不对？当过局长以后做了什么？他也做过立法委员，因为他没有做得很长，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可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他虽然当立委只有2年多，后来就高升到当发言人，但是因为都市安民在安阿妈拉离不应经啦，做了什么？我们的文件站是古拉才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到处都设立文件站，这也是古拉支持的，你们知道吗？我们给他加油好不好？还有我们现在的语言，我沙教丹努班扎马扎塞多顿后浪，我们的语言也是国家的语言，也是古拉斯当立法委的时候完成了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你看短短2年完成这么重要的法律的制定，预算的增加。最后我要跟各位报告，我们不发言人，很多阿美族以为发言人是首发言的，不是首发言。我沙巴布罗诺西夫都沙曼南古代拉诺诺西夫塞奈米巴西方的爱多老百姓，我们阿古马哈勒盖诺政府的名单当发言人，我都没有资格当发言人，因为这个要各部会的议题都要了解。谁做过发言人？你们说看看，有谁做过发言人？有很多做过发言人，我给你们考试一下。以前大家印象最深的宋楚瑜做过发言人，后来当了省长。现在当市长的有2个做过发言人，一个是谁？高雄的陈其迈市长当过行政院的发言人。还有桃园市的郑市长也做过发言人。你看别的县市知道做过发言的人能力都很强，所以后来都让他们来当市长。我们的古拉斯他是行政院的发言人之后，他还做过总统府的发言人，
比我刚才讲的那些人更了解我们国家的事务，所以我们要不要支持古拉斯当县长？他有没有比现在的县长更好？所以我们要不要支持他？最后我要特别跟大家来啊，等一下要给我们在台上的所有我们后援会的会长，让他们站在我的背后，是因为未来他们是我们在每一个乡镇协助我们所有的干部一票一票的要走到部落帮我们的古镇来拉票。所以我要请大家最后的四十多天每天打十通电话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好不好？然后每天赖给我们的族人，好不好？你们有没有赖？有的请举手。麻烦你们把所有赖的朋友全部拜托支持我们的古拉斯，好不好？你们有没有脸书？有脸书今天来有照相的上网说支持古拉斯，好不好？哎，台来多吉安的马哥，我最后要特别拜托我们所有在场的族人，我刚才绕了一下，我还以为只有我们中间这一块，我绕了一圈，真的四周都还满满很多人，挤不进会场，这是什么现象？表示越来越多人支持古拉斯，对不对？来真的没到，好，谢谢阿弥达古，诸位阿弥达即将，我们也谢谢台上所有后援会的会长，我们用大翁一起共，谢谢所有的嘉宾来一起共。哎，原住民，你们没有礼貌，人家给你们敬礼要掌声啊！喂，好，我们。时间很紧张，接下来要介绍头目。哇，这次来的头目真的很多呢，他们不惧怕也不害怕，就像刚才莫言老师唱的这首歌，愿意站出来。所以我念到的头目，请头目一一上台。猫公头目高金万，乐和部落头目杨万生，封兵格拉曼头目陈进春，封兵萨吉拉亚总顾问陈义胜，封兵阿美族头目张金胜，封兵部落头目郑满世，封兵猫公部落头目高金万。我刚才讲过了，封兵部落头目丰富部落的徐永哲，卓西部落事务组组长李胜李正胜，还有这个寿丰叶梅部落头目古新天，还有伊里安通头目李正勇，伊里乐和头目，好，刚才讲过杨万生，伊里乐和部落副头目陈阿洲，伊里乐和部落新头目陈锦秀，还有还有伊里乐和新部落副头目陈庆安，春日部落头目叶顺明，自强部落头目洪希清，今天的麦啊部落头目庄秋喜，还有这个伊里的铁粉阿飞赫，我的铁粉阿飞赫张寿福，还有独干部落头目副头目林阿宝，好，接下来乐和部落林三浦，还有黑暗部落头目周新生，还有光复头目谢连光，达兰部头目陈兴德，
不好意思，这个字我看不懂。还有吉拉米带头目曾金志，这个叫蛮自然头目，什么蛮自然头目？张文华，还有还没有叫到的头目，你认为你是头目的自己上来，不然我没有念到好吗？不要努头目个顾，马发站的努头目，好，我们给头目掌声鼓励好不好？哇，不简单不简单，这么多头目出来，各位跟大家报告，有的人不知道头目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吗？站在上面的头目，用汉语来讲就是有头有脸的，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好不好？给头目掌声鼓励。哎，我头目当中啊，用力支持，大力支持我们 GLASS。我们首先要请我们茂工的头目高金万啊，头目来讲啊，高金万头目，哇哦，一定要介绍。他说没有介绍好，主持人完蛋都给输啊！为什么要介绍？他做过县议员两届，对不对？几岁都给输头目？八十有二。哦，八十有二，很年轻，很年轻，八十有二，哇，不简单呢。人家通常是八十二岁才过，八十有二岁，他的国语很好。对，我讲国语很标准。好了，这个时间给头目讲话。这个时间三分钟三。干部头目，国国乐上。在座的每一位同胞。乡亲父老兄弟姊妹，我来自东海岸，我叫高金万卡巴卡恩恩哦，一定要哦，你打开卡哥都票一点点，结果我最高票，老韩来滴来 PK， 当然是老，伊拉公帮你来嘛波浪，马滴来好过当开主办赛，讲一个重点，第一个。台东县县长叫陈建年，当时我在台东，马蒂尼多，我马斯巴沙原住民来，我们大团结啊，两个班长啊都彪嘛，对啦，结果是最高票当选以后，他执政能力是一等一，他是民心县长，吴水英县长还不如他。妈妈阿恩过阿尼尼阿尼努米达，吉卡拉库拉修达卡，对不对？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力量？有。我们有翻转我们原住民的先进风气，三条台湾，阿尼尼外来人安吉拉不白，安吉拉外来那尼拉都跟他花连线，不公平。我们要争取。我们原住民的权益，我们是地主，应该给我们这个机会，对不对？对，一定要集中精神。他当省议员的时候，我上上去，他给我很多的工程，造就了很地方的建设。叫张金生去贴布，一再工地来算，一定要过。跌下了万山，原来我下了万，阿鲁邦邦的那一个，是阿星，是疾病，是许老师，很多国家在叶大雄，伊拉个邦的那叶大雄的呢，邦的那好，阿哥哥说说话，其他我们什么在？我的时间还有一分钟，我们要翻转。这一次的选举好不好？哦，好不好？哦，我们要创造奇迹好不好？哦，我来就大哥当选好不好？哦，我来就当选好，很好。我来就大哥，我来就大哥，再一次。哎，头目，阿木的时间，头目聊完的，聊那个，努阿米斯，古拉斯，古拉斯。Kulas, kulas, kulas! Jess, jess, jess! Ay, hati-hati aku no amis, no panca. Ayah, oh,
那 我下次一定会连任两次。被头目抱不简单，谢谢我们的总头目。哦，接下来的头目也不简单，就是我们来自我们自己部落的哈拉湾的部落，我们的头目吉玛吉啊，吉玛，是杨万生，哪没事？吉烧马，哦，头目真的烧马。方承宗，方文忠们，哎呦呦呦呦呦！啊，丹尼，瓦里埃，伊蒂莫莱，伊阿米塞，伊迪拜阿普隆阿，法吉法伊萨里卡卡，来好！阿尼尼，马阿拉瓦，吉塔马波隆，乌尼巴伊兹莱，吉库拉山，萨丹尼吉塔阿尼尼，阿奈哈嫩努米塔库，法鲁索努米塔阿帕提伦吉库拉山，好不好？好，萨奈卡姆。还能做一大锅一阵，一点好啊！麻烦了，卡古奇库拉山，歪歪你啦，阿卡特巴苏尔卡古，奇库拉斯，麻烦了，给他我普隆努丹尼埃，奇库拉斯，在比赛伊拉，奇库拉斯阿汤罗，那伊提拉马泰亚，提拉伊库卡，阿提拉伊马拉法耶兰，阿努奇马阿汤罗，只看伊赛伊拉伊托，喊奇库拉斯在比赛伊拉，乌达达马达马，安娜扎金阿拉阿马拉。King amala sien chang no mita wo kalingko anakku kita nang hao nga ito asoren amala cikulas uman hao ku kain awala no mita wo nisa pancahai ila tu cikulas pa itsel kita lan ila anu ila ku tayar kumaan ila cikulas ko piti elanta wan anakku ko pasual kita nang ha polong na tani ay pa itselin ta cikulas abo hao wow Anu minukai tu kita nuhani Watahu kina lumi ato pi singkiwan Atini alu mana kita itini Cetai tatan lawan Motep ku teng-teng enta Malah itu itin cendai tak kita Ha-ha Taiko ni Taiko lah itu Naunan numita ku tiang Anahan ku kupa ini kita na Alay, sese Oh, sese Sese tomu Cikulas Cikulas Si k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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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s, chas, chas. 好，谢谢，谢谢头目。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在过去阿美族的文化里面，头目讲的话就是法律，他已经宣布法律了，宣布什么？一定要让古拉斯当选，阿勒好不好？所以他已经讲了，所以头目的话在部落是大家都要听的。所以要好好听头目的话，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所有台上的头目，阿赖哈密达古宾奥拉密达，谢谢张拉奈一起恭。哎，伊蒂尼古，巴纳诺卡姆，高尼多伊拉吉古拉斯达，马萨拉奥卡姆。好，接下来我们很多议员要出来参选，还有我们花莲市的市长，我们先请他们一一上台。跟大家来见面。首先是我们花莲市长参选人谢豪杰，我们花莲县议员张美惠，县议员福仁顺，花莲县议员陈才能，花莲县议员林哲思，花莲县议员陈飞婷，花莲县议员林志斌。花莲市民代表欧延智，花莲市民代表庄一杰，花莲市原住民代表谢祖林，义里镇民代表林进和，富里乡民代表周文君，富里乡民代表潘务本，富里镇哦启摩里里长陈文祥。民生里里长吴明崇，还有我们镇民代表吴朝成，富里乡民代表张信信，还有丰滨社，还有这个社新社村长张生明，好，还有东里村袁生存，
啊，延伸前，哎呀，拍谢拍谢，我不说，哎呀，不好意思。OK， 好，这个就是也是 Gulas 背后的资源。为什么他们出来参选就是自然的组织啊？我们在部落的组织跟地方的组织啊都有。那首先呢，我们要特别要请我们的市长谢豪杰来为我们支持，来掌声鼓励一下。他要跟 Gulas 一起配合。谢谢主持人。伊娜，阿玛萨利嘎嘎马布隆拿二，拿二，吉普顿嘎库拿二。我是这次花莲市长候选人谢豪杰，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我们站在一旁，站在一排，就是要团结帮阔阿子一起当选，对不对？所以今年的选举，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动起来。团结拼胜选，好不好？苦拉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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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我们谢谢市长这么遵守时间哦，要支持他，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请美惠议员来支持。来哦，大家好，我是第一选区就花莲市的县议员张美惠，我支持 Gulas， 我们一定要胜选，我要争取连任，那 Gulas 一定要当选，我们一起为花莲打拼，谢谢阿赖。好，谢谢我们美惠议员。接下来有第一选区的候选人福仁顺福议员，新世代新花莲，谢谢今天最棒的主持人，还有背后所有花莲队的队员，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从 Gulas 自从宣布参选花莲县县长以来，我们每天上山下海，由南到北，我想大家都有看在眼中，对不对？11月26号，大家一起把 Gulas 送进县政府，好不好？11月26号，把 Gulas 送进县政府，好不好？我是吴仁顺，这次参选花莲县第一选区的县议员，拜托大家，谢谢，好嘞。好，谢谢。我们接下来第二选区的候选人陈才南议员。各位花莲的主人，恭喜台湾的头家！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才能，天上有天理，人间有道理。但是过去20年，花莲这个人间没道理，为什么？我们善良的花莲人给这对夫妻县长立委做20年，结果怎么样？大家满不满意？满不满意？满不满意？我老实讲，这不是一场选举，这是一场运动，不是大家要站出来，大家要跳下来，对吗？大家跳下来，跳下来，跳下来，好不好？跳下来，好不好？再跳下来，好不好？11月26号，要大家跳下来，跳下这场选举。这场选举不简单，这场选举很困难，但是有大家跳下来，我们一定可以。大家要不要跳下来？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感谢，谢谢。谢谢议员，他又看到剩下1分钟，马上又跳回去了。但是呢，一定要跳下来，帮助古拉少跑。接下来我们第三选区的候选人，我们请林哲思来，林议员为我们讲几句话。大家好，我是第三选区的
县议员参选人，我叫林哲思。这次真的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们的县长 Glass， 还有我们在台上所有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让他们通通全力打，谢谢。好，谢谢我们第三选区的林议员。接下来第四选区的议员林飞哲。哎呀呀，林飞言，哎呀，哎呀，我眼睛越来越不好，你原谅我，我的国语不好。没有关系，我原谅你。哎，再讲一次，叫做什么？陈飞廷。哦，法基法伊萨利嘎嘎马布罗，来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陈飞廷，第四选区县议员候选人。那很开心，今天在这边见到这么多的人来参与这一场胜战。为什么我称为胜战？你对花莲的未来思考过多少？是得过且过，还是希望未来可以更好？你闭上眼睛思考，这十几年来花莲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原地踏步？所以我们一起站出来改变花莲，支持GLASS，拜托大家，改变的路上有我有你，拜托大家，谢谢谢谢。我们一起来翻转，我们一起来改变。接下来我们第五选区的原住民议员林之斌。哇，你呢阿妈把你把你说的嘎嘎马不隆来啊。我是第五选区候选人新兵报道林之斌。我跟古拉斯一样，我万怒板炸金木都嘎嘎嘎咕。我相信我们原住民从来都不缺人才，从来不缺人才，所以今天古拉斯跟知斌一样，我们在外面充满历练，回来花莲服务，你们要不要支持？要不要支持？那也我也相信，在11月26号之后 ，Glass 进了县政府，知斌进了县议会，我一定不会因为他是 Glass， 我会很用力的监督他，不会只是一下下就好，好不好？哦、oh ，那我要再次的请大家帮忙，因为你们不是自己投给 Glass 就算了，你们要帮他拉票。今天我们在南区。我们还需要你们在北区、在花莲市、在吉安乡人口多的地方帮 Glass、帮知斌 拉票，我们才有机会进县政府、进县会，好不好？好，请大家把罗登 Glass、把罗登加固金木度，谢谢大家，阿赖。他不好意思讲很大声，把罗登金木度，金木度了。答案了，金木度了，把他妈给说。好，我们谢谢志斌。接下来第七，选区的候选人叶威奇，好不好？好，哦，他的车坏掉了，是吧？在外面没有关系。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个古拉，在每一个地方的候选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通通跳下去，好不好？跳进去。县议会里面还有我们的乡民代表，通通在这边，我们来深深一鞠躬，谢谢所有的乡亲们，谢谢。来，我们谢谢他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古拉斯的时间，他的团队，他的荣耀花莲的团队，我们一个一个介绍。我们特别介绍我们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卢伯基，竞选总部副主任委员江淑君，县议员庄奇才，竞选总部总干事陈锦峰，竞选总部执行长严宪忠，行政院东部联合中心郭应义，还有我们竞选总部原住民后援会召集人沈文奎，原住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碧霞，竞选总部原住民总干事蓝曼，来，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干部，这是古拉的最重要的干部。
我们也要把古拉斯用力推到县议会，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荣耀花莲。你没有忘记了呢，你们每次都要提醒，我加油干嘛好？不行哦，来，荣耀花莲，哎，重建花莲，荣耀花莲，重建花莲，古拉斯，古拉斯，古拉古拉古拉。这个声音好不好？我告诉大家，刚刚是练习，这一次要来一次，真的，我们把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精神，就刚才一言讲的，把它跳下去，我们一起来跳，好，来，荣耀花莲，哦嘿嘿，重建花莲，哦Gulas， 这个时候，我们来特别邀请我们的县长候选人 Gulas。Gulas， G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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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las。大家好，乌托木努米达，乌巴基巴伊，萨利嘎萨利嘎格隆，爱好卡莫，乌瓦瓦努哈拉贡卡古，吉古拉斯尤达卡，南阿努马古，我是哈拉万的孩子，哈拉万的朋友在哪里？哈拉万在哪里？我爱的哈拉万在哪里？而且今天不只有哈拉万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南区，我们所有的一九三线，我们的瑞穗，我们的卓西、富里，甚至跨越了海岸山脉的丰滨，大家都在这里，连花莲市、吉安都来到这里，所有来到这里的朋友挥挥手，有在这里的都要挥挥手。今天非常感谢，首先我要说，我们现场原本只有准备1000张椅子，今天全部爆场，大家给自己掌声鼓励。因为是主人，所以我们自己主人呢，先把位置让出来。哈拉万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坐在旁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因为我们把位置让出来，让从卓西、瑞穗还有丰滨、富里的朋友坐。大家是不是想要看古拉斯当选？如果我说古拉斯，你们要说当选。Gulas， 当选。G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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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Gulas 要当选的是县长。告诉大家，今年我们才刚刚发生过地震，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在我们地震的震灾的震灾区。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希望。当古拉斯告诉我们哈拉万的亲友，还有我们南区的朋友说，从来没有县长在原住民的部落成立竞选总部，可是今年古拉斯要在部落成立县长级的竞选总部，地点就在我的根、我的家、我爱的哈拉万。
现在很多人说 Glass 你的竞选总部哪一间，告诉大家没有哪一间，因为从哈拉万的看板瞭望台走进来以后，整个部落都是我的竞选总部。从 Glass 的看板进来以后，大家有没有看到旗子？有没有看到人行立牌？跟大家报告，今年 Glass 的南区竞选总部的行政中心在我的老家，就在后面，在那个地方有放我们的文宣，有放帽子，还有牵电话线，还有电脑。可是在部落里面也有我们的餐饮部，就在我们的叶永光的早餐店。叶永光在哪里？有没有？我们也有我们的干妈店，我们的杂货区，我们的阿姨的杂货店也在那边。我们所有的全整个部落都是今年我们在灾区要荣耀花莲，要重建花莲的竞选总部。大家给哈拉万掌声鼓励。我们动起来，因为在今年我们发现，不管是最严重地震的松浦，一路到我们的哈拉万，甚至于到富里、到东里，918的地震之后，我们很困难，没有看到重建的力量、重建的进度。一直到今天的早上，还有一个住在松浦的年轻的女孩子传简讯给我说， Glass 我们家的房子有问题，918到现在快要一个月都没有人来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县政府。一个礼拜以前，卓西乡的清水村告诉我， Glass 我们到现在已经过了地震3个月，还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政府，新的县政府。很多人跟我说， Glass 我们原住民保留地的彰化边拖了5年、10年、20年，我们跟政府要土地还没有办法回来。我跟大家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县政府，让大家在2年之内可以彰化边把土地拿回来，好不好？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县政府，我们这个新的县政府要谦卑。我们新的县政府是由阿美族的孩子所带领的县政府。我们这个新的县政府要体贴，我们要重视不同的族群，不一样的族群公平对待。我们这个新的县政府要愿意为人民做事，我们这个新的县政府要知道所有的资源不可以只有集中在北区，我们所有县政府还有中央政府的资源一定要平均分配到我们花莲的南区，大家支不支持？我们的玉里富里地点非常好，我们有非常重要的粮仓，我们有稻米，我们有火龙果，我们有金针，我们有凤梨。我们花莲的南区连接了台东，我们有花东线非常大的一个车站叫玉里站。我们南区也连接到海线，我们有玉长公路可以跨越海岸山脉。我们南区是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升级、交通的改善，而且观光旅游、民宿餐饮都应该要加强资源，
还有平衡发展，我们一定要建设南区，这是我的理念，还有我的理想，大家支不支持？我们花莲的南区不可以被忽略，有任何的运动的活动、比赛的活动、马拉松的活动，还有自行车的活动，我们一定要多多办在南区，因为这样才可以带来我们的观光的人潮，还有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南区没有办法看医师，我们没有急救站，我们如果有高龄的产妇，或是突然出现严重的疾病要急救，没有重大的医学中心级的医院或是急救站，我们老人家没有办法看牙齿、看牙医，我们整个南区在山区，我们的 C 型肝炎、我们的感染的罹患率，我们比较高，我们需要干净的水、良好的生活品质，还有完整的长照的系统。我们需要非常强有力的文件站照顾我们的老人家，我们需要在外面工作的孩子安心，我们需要一个谦卑的县政府，可以让在外面打拼的孩子安心，让住在部落、住在村落的老人可以得到良善的照顾。我们更希望当我们的交通建设好，我们的水可以干净的使用，孩子愿意回来。大家希不希望每天可以看到自己的儿子还有女儿？大家希不希望可以每天抱自己的孙子还有孙女？我们希望南区不要再比我们看得到的台东还要落后，还要退步。我们希望我们的南区要赶快从灾区里面站起来。大家看看我的手指的那一边，是不是有一个天主堂？这个是我们哈拉万所有虔诚的天主教的教徒，在过去几十年来，潘神父带领我们祷告、祈祷，我们信仰的中心，在这一次的地震之后变成危楼，即将要在礼拜一都要拆掉。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重建我们的南花莲。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县政府。我们需要一个不是只有送米或是丰年祭的时候来讲一些场面话，把原本是政府的预算放在红包里面，说是他自己送给部落的钱。因为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本来就有义务，那是政府的工作，必须要跟着我们一起传承我们的语言跟文化。我们的仪礼性、我们的祭典，不是人家施舍给我们的，那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南花莲可以很漂亮，我们的南花莲可以很美丽。我们在南花莲是有最多族群，我们有布伦、有杜鲁古、有塞杰特赛德克、有邦扎、有平埔、有客家、有霍洛，还有我们非常多的新住民就住在我们的南区。我们是一个联合国，我们是一个包容的南区，而且我们要进步，大家说对不对？古拉斯来自乐和，这里是我的家，今天我的家人也在这里，我的叔叔在这边挥挥手，还有我的阿伯挥挥手。
我的爸爸在去年过世，他们就代表我，而且不止他们代表我，支持我，所有哈拉万的乡亲还有弟兄姐妹，大家都支持我，一定要重建花莲，大家说对不对？我是哈拉万的孩子，我做花莲县长刚刚好。对，我说古拉斯，你们说刚刚好，好不好？古拉斯，刚刚好。古拉斯，刚刚好。古拉斯，刚刚好。我是阿美族的孩子，我做县长刚刚好。我说原住民，你们说刚刚好，好不好？原住民，刚刚好。原住民，刚刚好。原住民，刚刚好。但是在花莲，我们有很多客家的朋友。我说客家，你们说刚刚好，好不好？客家，刚刚好。客家，刚刚好。客家，刚刚好。我现在要讲一下荷罗威。我说这个台湾，大家说刚刚好，好不好？台湾，刚刚好。台湾，刚刚好。台湾，刚刚好。我们花莲就是这么美丽。今年我的主张就是，我们是阿美族的孩子，但是我们跨族群、跨政党，我们要解决共同的问题。我再说一次，跨族群、跨政党，解决共同的问题。今天感谢我们所有26位的头目，比起我10月8号在花莲市办的北区竞选总部，我们的头目出席的还要更踊跃。刚才我要稍微替叶维奇代表，也就是我们的准县议员候选人来说话。其实他的先生，我昨天有特别拜托他，他先生今天也在场。林大哥有没有在？哦，来上台，上台，谢谢。我一定要邀请他上台。其实哦，这个叶代表要不好意思，他昨天特别把他的那个确诊单传给我看，他说他的部落哦，实在最近哦是有人确诊，因为今天是群聚，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一定要请林大哥来替叶维奇讲两句话，来讲一下。来喽，来喽，来喽，因为爱，责任在，荣耀花莲，因为爱，责任在。谢谢大家。哇，感谢哈。那我今天特别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叶维奇这个代表，也就是准县议员的另外一半，也请上台。刚才他说的没有错，我们是谦卑的，我们是爱部落、爱土地的。古拉斯爱大家，也希望大家也爱古拉斯，好不好？今年的选举不是古拉斯的选举，我最后要表达一个清楚的立场：今年的选举你不是投给古拉斯，今年的选举是投给乌哇哇努邦扎，投给原住民，投给花莲人，好不好？哦，感谢大家，我说荣耀花莲。你们说荣耀花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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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花莲。感谢大家，我爱哈拉万，爱阿美族，爱原住民，爱花莲。谢谢大家，我们再一次谢谢古拉斯，我们来替古拉斯加油，古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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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las, kulas, oh, yeah. Kulas, kulas, oh, yeah. 荣耀花莲，
重建花莲。哎，阿拉顿米达，我们的现任的参选人，我们的县长，你知道吗？他说：“哎呀，他很好，但是呢，他是民进党，是吧？”我告诉大家，他已经不是了，他从记者已经提升到做局长，又做行政院发言人，到总统府发言人，他是国家的人才，不分政党，他愿意从总统府到花莲县，你们说好不好？我们就要支持我们自己的娃娃，娃娃努比达努邦达努阿米斯阿努在杜古勒德莫伊古拉瓦多。Gulas! Gulas! Gulas, gulas, gulas! Kau kata ini guna apa? Ikut ho. Hai, dalam hal minta. Wata kuru rai ni ram minta lagi tanan. Fu chong tong minta lai. Lo, nan nen no jiwa. Boro, nan liao ke kwe.好，我们不单单支持我们的 Gulas， 我们也要支持我们的副总统，也让他知道我们的 Zest 好不好？好，赖副总统，赖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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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请副总统为我们讲话勉励。好，谢谢。未来花莲县最好的县长 Gulas， 掌声鼓励一下，再给他一个加油。一将主委，还有我们竞选总部罗伯基主任委员、副主委江姐总干事景峰兄各位头目以及各位议员候选人，还有今天主角们。各位乡亲，来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今天很高兴，再度来到花莲玉里哈拉万部落，我先给大家请安问好，来好。这次的地震，我们花莲的南区受灾相对严重，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衷心的向这一次地震受到伤害的住户表达最由衷的安慰，并且祝福如果受伤能够早日康复，整个重建的工作也能够顺利完成，好不好？其实我们台南跟花莲都在地震带，都曾经遭受过严重的地震，所以对地震所造成的灾情我很能够感同身受了。我还记得2017年2月6号台南发生的大地震，造成非常重大的伤亡。我担任台南市市长，在中央政府还有社会大众的支持之下，我率领团队完成救灾，也完成重建的工作。在2018年，同样是2月6号，花莲发生地震，我担任行政院院长，蔡总统跟我们马上就开设了一级应变中心，并且来到花莲来勘察灾情，看到底受到什么样的伤害，需要政府予以什么样的协助。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我看到了很多桥梁断了，路面塌了，房子倒了，还有许许多多花莲的民众眼神当中所透露出来的悲伤、失望以及茫茫然。其实这样的眼神，我在台南市担任市长，2017年那一次的地震，我就已经看到了。所以，面对花莲的灾情，我马上采取了几项措施来协助花莲。第一个，我要求行政院相关的部会一定要尽全力协助花莲县政府来救灾，行政院要跟花莲县的县民站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是花莲人。第二个呢，我特别责成政务委员，也是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陈美玲女士，召集行政院相关部会组成一个赈灾重建小组，直接协助花莲县政府来做赈灾重建的工作，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公文往返耽搁救灾重建的时间。第三个，我还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从优、从速、从宽来办理。我当时还担心花莲县政府没有钱，没有办法解决历史性的问题，我叫行政院主计总处拨了3亿元给他应急。后来我来到花莲，我又给了他几亿元来帮助花莲县政府解决民众的问题。除了政府一些公共预算以外，我个人特别用行政院院长的特别统筹税款来给花莲县。我甚至于担心花莲县政府没有经验，我还把台南市大地震救灾完成之后，把所有会碰到的问题我都一一写出来，市政府怎么解决，民众要求是什么，我把它集结成册，我亲自交给了县长。我非常关心花莲县的县民，但这一次9月18号的地震啊，我们又看到蔡英文总统还有苏贞昌院长第一时间也来到花莲看灾，行政院也尽全力的协助花莲县县政府，就是想要尽速的解决我们花莲特别是南区民众所遭受的种种问题。但是我是副总统，因为职权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站在第一线，但是我对花莲县县民这一次的地震我同样关心。我特别要跟大家报告，在2018年的地震，当时 GLAS 是不分区的立法委员，萧美琴是我们花莲票选的立法委员，他们一直站在第一线，反映问题，反映实际的灾情，给行政院来协助花莲县救灾。这一次地震，古拉斯虽然还没有当选县长，但是他已经早早就到灾区去了，去掌握灾情，哪一个房子倒塌，哪些人受困，哪一个学校倒塌，哪一个教堂损坏，其实他已经成功的在扮演一个县长应有的责任，大家说是不是？大家说是不是？甚至于在9月8号北区总部成立之前 ，GLAS 打电话邀请我，跟我说
花莲哪一些单位受到地震的伤害，欠缺资源，我是不是可以来的时候，来参加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同时也募集一些资源带到花莲？我没有让古拉失望，我上次来我也带了资源来到花莲交给受灾的单位，但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应该要低调进行啊，我们并没有公开，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甚至于误会说我们并不关心。其实我要让大家报告，古拉斯不管是之前担任立法委员或现在担任县长候选人，两次的地震他都站在第一线，要求总统、副总统或行政院长能够尽力的解决花莲县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种人才我们一定要鼎力支持他，好不好？好不好？哦，当然发生地震，不管在哪一个县市，哪一个县市府的团队一定是非常辛苦的了。但是以我的经验，县市长或是团队嘴巴都不能够说辛苦。为什么？因为灾情比县府市府团队更辛苦，大家说对不对？如果县市长县市府的团队嘴巴说出辛苦，会让受灾的民众失去信心，会认为说我这么辛苦我都没讲呢，你怎么已经在讲辛苦了呢？另外，不管发生在哪一个县市，县市府的团队都不可以用救灾的有无来批评别人，因为一旦救灾的工作政治化之后，也会让受灾的民众失去信心，会认为说你这个救灾根本不是因为你的爱心来帮助我，是为了政治目的才来做这些事情，大家说对不对？大家说对不对？从过去的地震到这一次的地震，不管是平时对我们花莲的服务跟关心，我们都可以印证 GLASS 是一个真正对花莲父老乡亲有爱心的人，让他来当县长，让他来照顾我们，帮助我们，大家说好不好？好不好？当然我这一次来也特别要代表蔡英文总统感谢大家对政府的支持，也代表蔡英文总统慰问这一次受灾的民众，更要感谢大家对古拉斯的支持。蔡英文总统本来北区总部成立他想要来，但是因为国庆日在即，很多外国的贵宾来他必须一一接待，所以没有办法过来，特别跟我说Glass 是总统府的发言人，过去这几年来 Glass 替总统发言，总统也希望能够替 Glass 发言。所以上一次10月8号总统没有办法过来，叫我一定要来参加，这一次本来总统要来，我要到别的县市，可是总统又说今天他必须去疫情指挥中心，他行程要在台北，要在彰化，又要到桃园，又要到新北，希望我能够再度来到花莲，来跟父老乡亲恳请大家全力支持优秀的人才 Glass。其实我对 Glass 也很抱歉，抱歉在哪里呢？因为他7月17号就已经接受提名，我一直到10月6号才来，
一直到经过了八九十天了，我才来到花莲帮他助选。我实在是很抱歉，实在是很抱歉。他的后援会成立，我没有办法出席。他扫街卖票，我也没有办法给他加油，拜托大家鼎力支持他。但是我很高兴，虽然经过了八十几天才过来，但是两次南北的总部成立，我都有到，都有来拜托大家鼎力支持他。但是我虽然八十几天人没有来到花莲，并不代表总统或我不关心 Glass 在花莲的选举，要把它放生啊，并不是这样子。我很高兴 Glass 得到大家的支持，特别是竞选总部由国策顾问卢伯基率领竞选的团队。另外我也看到议员候选人都同心合作，更难得的是看到我们的头目，上一次一二十个人出来，这一次二三十个人出来，而且我们大家鼎力支持他，已经有得到非常好的成果。这些成果里面第一点就是经由大家的努力，我们都知道 Glass 是我们哈拉万 的孩子，有娃娃那绑扎，古拉斯是国家优秀的人才，担任记者，担任主播，得到国家级对记者最高的荣誉——卓越新闻奖。担任制作人，得到国际影展的银鼓奖。在花莲，在桃园市政府担任原民局局长，亲自解决原民的问题，推出了妈妈桃，照顾了农民。也因为如此，让蔡英文总统非常肯定，非常赏识，特别提拔他担任不分区的立委。不分区的立委，除了我刚刚跟大家报告，当花莲有需要的时候，他一定站在第一线以外，在立法院的评鉴也是第一名的立委。他甚至得到美国国务院所推的国际领袖计划担任访问学者，免费由美国政府招待美国到美国去参观访问，进行各种会议。这个非常了不起，美国人看得很清楚，因为受到邀请的人回到他们国家之后，未来的发展不是行政院长就是副院长，不是总统就是副总统。Glass 是国家的人才， Glass 也是美国国际社会看国际的人才。在这一波中国进行军演的时候，超过十个国家的国际的媒体来到台湾或经过视讯访问总统府的前发言人 Glass。 Glass 也是台湾有史以来担任过党部行政院总统府发言人的人。这几天大家的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 Glass 的勇敢，大家说对不对？我们都非常非常清楚，花莲这一场选战其实是不容易的，
上一次萧美琴也没有办法顺利连任，但蔡英文总统特别将这个重担交给我们国家级的人才哈拉万的孩子古拉斯来承担。古拉斯勇敢，没有畏惧，他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大家有没有信心？我们会不会赢得这场选举？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这一趟使命？各位乡亲，我们从大雨当中聚在一起，跟古拉斯加油支持。雨已经停了，天待会儿也会放晴，即将雨过天晴，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选举。大家说对不对？对，对不对？对，对不对？对。后来我详细看了古拉斯的文宣之后，我认为古拉斯接受这个挑战，除了他的勇敢、对花莲的爱之外，他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解决花莲的不足，要解决我们花莲常年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要让花莲的父老乡亲能够过一个更好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花莲值得更好，花莲值得更好。他愿意为花莲擘画一个更好的蓝图，让花莲能够更进步、更繁荣，大家更幸福。第三个目的是，他看出花莲对台湾的重要性。未来台湾要在国际上竞争，面临各种挑战，没有花莲不行。他要以花莲县的县长带领花莲县县民一起为台湾打拼，在国际上取得一席之地。我们先说花莲有什么不足，古拉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地震造成灾害的问题，地震是老天爷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但是我们可以把房子弄得更坚固，我们可以把桥梁做得更稳固，我们可以把道路铺得 更踏实。所以他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将花莲建立为防灾耐震而且环保的家园。第二个，他认为花莲有许许多的父老乡亲是务农为生，农业对花莲很重要，对台湾也很重要，所以他要解决花莲水跟电的问题，让水跟电能够自主，让农民不再为了没有水而忧愁。大家赞成吗？第三个，他要解决花莲县境内交通的问题，部落的长辈要看病不容易啊，我们哈拉万的父老乡亲要去看病也不容易啊，年轻人就业、小孩子就学都不容易，他要为花莲建一套智慧化的交通运输系统，要让我们花莲的父老乡亲就学、就业、就医都非常方便。大家赞成吗？古拉斯也看到了我们花莲很多年轻人 离家、离开故乡，年纪大的欠缺照顾，小的托婴托幼，这个都需要县政府来帮忙。古拉斯愿意
用县政府的力量，结合中央的资源，来照顾我们的长辈，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让年轻人也可以回来。大家赞成吗？赞成。另外，我也很佩服，我也很佩服 Glass 他的多元文化的素养。他是原住民，他是绑架，但是他对花莲县境内的各个族群都完全充分尊重。未来花莲县由 Glass 担任县长，各个族群的文化会受到保障，各族群的文化会受到推广，每一个族群大家互相尊重，团结合作，为这个城市共同打拼，快乐幸福在这个城市生活。大家赞成吗？第二大点，第二个部分，古拉斯为这个城市所擘画的，要让这个城市，要让我们的花莲更好。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迅速网路系统，要让我们的花莲县也能够发展数位经济，欢迎经济移民来到花莲，让年轻人可以回到故乡，有工作做，孝顺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让我们的长辈可以三代同堂，享受家庭的幸福。大家赞成吗？另外，花莲县未来也必须要有新的工作机会，新的产业在我们花莲县立足生根，所以他要引进我们适合我们花莲县发展的新产业，包括艺术，包括文化，包括教育，包括运动，包括设计，包括建筑，各种产业，也就是一个美学的产业，要在我们花莲县来推广。大家赞成吗？让我们花莲的孩子有机会在美学上去创造他们的梦想，追逐他们的理想，从而对这个城市做出伟大的贡献。另外，他也要用教育，全人的教育，来帮助这一个城市，包括德智体群美并重，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在学校快快乐乐的学习，为了长大之后也能够就他的才能在社会上面能够发挥，能够就业。特别是运动这个项目，大家都知道古拉斯要在花莲县盖一个国际级的春训基地，欢迎外国的球队来到花莲训练，就像是现在很多国际的球队到 Okinawa 训练一样。大家赞成吗？大家赞成吗？让我们的年轻人，不管你具备什么样的天赋，你都可以在花莲这块土地上面充分发挥。这个是 Glass 为花莲这个城市所擘画的，这个也是我们花莲值得更好的地方。大家说对不对？第三部分， Glass 要带领花莲成就更好的台湾，他要重新定位花莲。花莲不是后山，花莲不是后山啦，花莲的县民不是二等国民。因为什么？因为花莲是国安、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的堡垒，它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这样目标，中央政府一定要大力支持，
中央政府要成就台湾，也必然要携手我们花莲县。大家说对吗？大家说对不对？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众院议长，啊，来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是从花莲东部进来，台湾东部由花莲进来，跟以往的路线不一样。所以佩洛西来到台湾的路径，正可以显现出花莲对台湾的重要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花莲未来的县长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帮助台湾在三安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我们花莲县的功能。这个人最理想的人选就是 Glass， 大家说对不对？Glass， 今天真的非常难得，难得我能够来到原住民的部落，难得的是有那么多的原住民的头目在现场，我也有一些心里的话想要跟原住民的朋友来说，好吗？好不好？好不好？好吗？好。我要跟原住民的朋友讲，我的内心对你们是非常感激的，也不仅仅是我，很多台湾社会的人对原住民都充满感激。一来是因为台湾有原住民，所以台湾的历史的纵深可以到数千甚至数万年之久。台湾因为有原住民，所以我们的文化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更加美丽。我有很多原住民的同学，我求学过程当中有很多同学，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也有很多原住民的同事，他们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有些是跟我一样是医师，有些是律师，有些是工程师，古拉斯的爸爸也是工程师，有些是教师，有些是会计师，365行，各行各业表现都非常杰出，特别的是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表演。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文化艺术上面的表演，我很喜欢动力火车，动力火车台湾族原住民，是不是原住民在运动上面的表现啊，为国家争取很多光荣。原住民的人口不过台湾的2%到3%呢，但是现在台湾的职棒有30%哦，30%的职棒球员是原住民的。台湾第一面举重金牌郭姓纯是原住民。台湾第一面奥运柔道银牌杨永伟是原住民。台湾第一面女性的奥运全取铜牌黄晓雯是阿美族。原住民的朋友不管哪一族，其实跟台湾社会其他的族群一样，对台湾都非常重要，对台湾贡献都非常大，大家说是不是？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啊。有些人说原住民怎么当县长，那开玩笑啊，原住民都可以为国争光，在奥运拿金牌了不能当县长，开玩笑开玩笑啊，真的是这个玩笑开大了。原住民可不可以当县长？可以。原住民可不可以当县长？可以。头目，原住民可不可以当县长？是。每一个
每一个民族的人都可以当县市长，未来每一个族群的人也都可以当总统，只要那个人够优秀的话，大家说对不对？对。只要那个人得到民众民意的支持就可以，大家说对不对？对。这个就是台湾多元社会的价值嘛，大家说对不对？对。大家说对不对？要跟花莲县的县民抱歉，民进党太晚提名原住民的朋友竞选花莲县县长了，但这个也是民进党的诚意啦。虽然一直到现在 Gulas 才代表出来竞选花莲县县长，但也是花莲县有史以来第一位政党推荐的原住民候选人，对不对？对，对不对？对。我甚至要跟大家报告，我非常赞成 Glass 刚刚的讲话，这一场选举不要把它当成是 Glass 个人的选举，要把它当成是我们自己的选举，我们原住民的选举，我们不同族群的选举，是一场为了花莲的选举，大家说对不对？对。甚至于这一场选举也是一场运动啦，是一场不害怕的运动，是一场反霸凌的运动，是一种花莲人要当有尊严花莲人的运动，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大家说对不对？对。我非常希望11月26号开票的结果，花莲县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县长。Gulas！ 今天在场的不是只有哈拉万部落的乡亲，其实来自花莲各族的族人通通都有。我要在这里拜托大家，回去之后能够担任 Gulas 的总干事，把 Gulas 的文宣回到我们自己的部落，甚至到隔壁的部落，隔壁再隔壁的部落，挨家挨户把文宣发放出去，好不好？好，好不好？碰到人，碰到花莲的乡亲，我们就给他鞠躬，给他拜托，恳请他们支持最优秀的候选人，来带领花莲县，好不好？好。有道是，这有道是众志成城啊，只要大家众志成城，没有任何事情不可能成功。只要我们团结合作，我们一定可以赢得这场选举，大家说对不对？对。即便威胁利诱再大，即便重重的阻隔，我们也一定要穿越过去，我们一定要让 Glass 高票当选，好不好？好。大家看那个天边，已经看到光线了，已经看到光线了，阳光已经要突破黑云，已经要出来了，哇！大雨已经停了，乌云这日也已经要被光线突破了，这代表了老天爷也肯定我们这场选举一定会支持我们，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大家说对不对啊？对。最后我也要拜托大家，除了县长要高票当选，我们今天民进党的议员
也一定要请大家鼎力支持，好吗？好，我们再一次来林之斌，林之斌，好，来掌声鼓励一下。胡仁顺、谢豪杰、陈飞婷、林哲思、叶维奇，还有张美惠、陈才能、欧燕智、庄一杰、谢祖林、吴明忠、吴明忠里长、林金和里长，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花莲更好，台湾更好，一起恭给大家，谢谢。来，我们一起呼口号，荣耀花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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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拉斯，古拉斯，古拉古拉古拉斯，哦，谢谢。我们真的谢谢总统跟副总统，献给花莲国家级的人才。古拉斯，如果你们没有让他当选，这个国家级的就太可惜了。我们要让古拉斯进入到县政府，好不好？总统、副总统都愿意送给花莲的。如果你们不要自己的孩子，别人会捡走啊！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支持 G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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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las。好，谢谢。好，我们这个时间请大家不要走动，因为副总统他还有要事要走，所以我们先请目送一下我们的副总统，我们再一次谢谢他这么爱古拉斯，古拉斯。